现在看拿一个清洁车来旋转一下，看一下效果，再看一下后边的那个盖儿可以打开。按一下按钮，倒垃圾，土车，挖土车，转一圈展示一下这个车，它有什么功能？下部可以转动，对。可以挖土，可以下一个车转，看一下效果，它的功能，按一下按钮，倒一下土，好，搅拌车的功能多一点。先看一下它的效果，转动边上那个这个搅拌的轮子就会动，还有后边呢还有一个可以搅拌完了倒土的，倒水泥的出口可以动。好，下一个车是吊车，下一个车吊车，搅拌车的功能比较多，吊车的功能也比较多。开始旋转一下，看一下周围的效果。车身部分可以转，前面的拉杆可以拉出缩回，钩子可以活动。好，要滑动几下在地上，然后放手它就会跑出去的，不需要电池的，会跑很远很远很远的。拿起来这个车，现在开始做摔的动作，看看这车有多机摔，看掉下来没坏，再抬两脚。